希腊神话故事，作者古斯塔夫·施瓦布。阿伽门农献祭伊菲格涅亚。当舰队集结奥里斯港的时候，阿伽门农有一次外出打猎，一箭射中了一头献给女神阿尔特弥斯的漂亮梅花鹿。他得意洋洋地说，即使是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本人，也不一定射得比他准。女神一怒之下，让港口风平浪静，船只根本无法从奥里斯海湾开出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希腊人只好去找先知特斯托尔的儿子卡尔卡斯，向他请教摆脱困境的办法。卡尔卡斯是随军祭司和占卜人，他说，如果希腊人的最高统帅阿伽门农愿意把他和克吕泰涅斯特拉所生的女儿伊菲格涅亚献祭给阿尔特弥斯女神，那么女神就会宽恕我们，那时海面上将会重新刮起海风。阿伽门农得知预言家的话，他召来了斯巴达的传令官，让他向全体参战的希腊人宣布，阿伽门农辞去希腊军队最高统帅，因为他不愿意杀害自己的女儿。希腊人听到这个决定，纷纷不满，扬言要反叛。莫涅拉俄斯急忙赶到他的住处，告诉他的兄弟这个决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阿伽门农经过劝说，终于同意把女儿献祭给女神。他写了一封信给远在麦肯尼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让他把女儿伊菲格涅亚送到奥里斯来。他向妻子谎称要让女儿跟帕留斯的小儿子光荣的英雄阿卡留斯订婚。一名仆人进来向阿伽门农报告说，他的女儿伊菲格涅亚已经来到，随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弟弟。仆人刚刚离开，阿伽门农突然觉得自己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莫涅拉俄斯连忙握住他的双手表示安慰，阿伽门农的眼泪夺眶而出，痛苦地说，兄弟，胜利是你的，你把他带走吧，我也活不下去了。但是莫涅拉俄斯却改变了主意，他不愿意为了海伦而杀掉伊菲格尼亚。他大声说，你别伤心了，我把你的女儿还给你，我不能牺牲你的女儿。阿伽门农拥抱他的兄弟，感谢你，亲爱的兄弟，你的高尚精神使我们重新和好，我的命运一定，女儿必须娶，全希腊需要这样做。卡尔卡斯和皎洁的奥德修斯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在争夺人民，甚至要谋害你和我，然后杀掉伊菲格涅亚。如果我们逃到雅格斯，他们也会追来，把我们从城里抓走，最后还会踏平古老的希腊城。因此我请求你兄弟，千万别让克吕泰涅斯特拉知道这件事，以便保证神谕的顺利实现。这个时候女人们走了进来，兄弟停止了谈话，莫涅拉俄斯心情忧郁地走开了。夫妻两个人相对无言，阿伽门农显得既冷淡又尴尬。女儿衷心地拥抱父亲，关心地问道，为什么你的眼光如此不安，父亲，难道你不高兴见到我吗？国王心情沉重，不，亲爱的孩子，一个国王责任重大，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伊菲格涅亚说，可是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父亲说，因为我们要长久的分离。女儿期盼地叫喊起来，哼，如果我能够跟你一起去，那该多幸福啊。阿伽门农庄重地说，是的，你也要做一次远行，出发之前我们必须献祭。亲爱的女儿，这次献祭你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话的时候几乎热泪盈眶，但他毫不知情，孩子随着一批随从走了。为了应付半信半疑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阿伽门农编造了一个故事，回答妻子的一连串有关新郎的问题，向他介绍新郎的身世和命运。
与此同时，克吕泰涅斯特拉却意外地碰到了阿喀琉斯，因为士兵闹事，他不愿意再干等下去，所以他来找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像是对待未来的女婿一样的问候他，并问及婚礼的事宜。阿喀琉斯惊讶地往后缩去，他问道：你说的是谁的婚姻大事？我从来没有追求过你的女儿，而且你的丈夫也从来没有支持过我做这样的事情。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才知道他受骗了，他站在阿喀琉斯面前满面羞愧。阿喀琉斯却以年轻人的热情说：请不要生气，王后，一定是有人拿我跟你开玩笑，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儿。如果我坦白的话伤害了你，也请你多多原谅。说完他就想礼貌地离开。这个时候，阿伽门农的那个忠实的老仆人正好走来，他屏住气悄悄地对他说：阿伽门农想要亲手杀死你的女儿。现在母亲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痛不欲生，在极度的恐惧和悲痛中，她扑在阿喀琉斯面前，抱住她的双膝，向她哭诉起来：哦，神的儿子，快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我把你当作他的未婚夫，我当着一切神祗请求你救下我的女儿，我是多么的无助，向我们伸出双手吧，如果你肯援救我们，一切还会好起来。这时伊菲格尼亚突然来到他们身边，勇敢而坚定地面对王后和阿喀琉斯。他沉着坦然地说：听我说吧，亲爱的母亲，不要惹你的丈夫生气了，他不能够违反众人的意志，我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去领受死亡，我驱逐了心头任何胆怯的念头。希腊人都把目光注视着我，战船的出发，特洛伊的攻陷都取决于我，希腊女人的荣誉都记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名字将永在史册，我将被称为希腊的救星，我甘愿牺牲自己而征服特洛伊，这就是我最好的结婚。祭台已经在女神阿尔特弥斯的圣灵里搭好，伊菲格尼亚在一群使女的陪同下走向祭坛，士兵们响起了一阵同情的呼声。阿伽门农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抹去眼泪。姑娘走到他面前说：亲爱的父亲，为了军队，为了祖国，我甘愿在女神的祭坛前献出我的生命，但愿你们都能够取得胜利。士兵们惊叹于他无与伦比的勇气，纷纷对他赞叹不已。这个时候，传令使者叫大家肃静，并且祈祷。预言家抽出一把锋利而雪亮的钢刀，把它放在祭坛前的金匣子里。这个时候，阿喀琉斯突然全副武装，挥起宝剑走上祭坛。姑娘朝他看了一眼，他的决心顿时动摇了。他把剑扔在地上，用圣水浇奠祭坛，用双手捧起金匣子，像祭司一样的环绕神坛走动，祈祷说：高贵的女神阿尔特弥斯，请仁慈地接受这一自愿的神圣祭礼吧。那是阿伽门农和全希腊献给你的，让我们的船起航吧，让我们征服特洛伊吧。卡尔卡斯拿着钢刀盯着姑娘的喉咙念着悼词，大家清楚地听到了他挥刀的声音。可是奇迹出现了，姑娘在全军面前突然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只美丽的梅花鹿，躺在地上，在祭坛前的血泊中挣扎。原来阿尔特弥斯怜悯他，把他携走了，免了他一死。